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中秋节的这个的见证会。今天晚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信心戒赌协会的一群的朋友们，他们坐在我们中间，好不好？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来，今天晚上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见证，然后表演，我们相信他们也在我们的中间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好不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 Brian 弟兄，他会来主持接下来的活动。谢谢我们的 Mabel 姐妹。哇，我看到 Mabel 姐妹的分享，她的报告，我是觉得特别有那个 Om 啊，我们华人讲那个 Om， 大家都明白什么是 Om 啊，真的很鼓励人的那个 Om 啊。希望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一连串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大家，可不可以给个荣耀掌声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就是来自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我再重复，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吉隆坡分会的这些成员，我们可不可以邀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在我们当中呢，全部都是跟赌博有关系，有烂赌鬼，有烂赌鬼的家人跟烂赌鬼的孩子，好像讲得很严肃哦，不如我用另一个方式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赌圣，你们知道什么是赌圣吗？我们是赌到剩下最后一条命的那一种，这个姐妹非常的聪明。当然我们剩下这条老命，看下去我不是很老了，在我们当中最老那个还没有站起来了，我们真的是剩下最后一条命。我敢讲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把生命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给一个掌声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可能会来到这里，可能是过了隔壁邻居那一边。你们知道哪里吗？做一个关卡就可以搭 MRT 过去的那一边呢，大家都知道哦，不用讲了哦。请问当众，我想问一问，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可以举手一下吗？好，我们非常欢迎你。今天是星期六，知道星期六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通常以前啊，我这个时候一定会打开手机看看今天的号码有没有我买的那个，有没有得到当中我们所谓的那种祝福。请跟你隔壁的说，今天耶稣要祝福你。耶稣不是要你中头奖，请跟隔壁的讲，耶稣不是要你中头奖，耶稣今天要把你的生命给翻转过来。就像我们当中每一个赌圣那么样，因为我们剩下最后一条命，没有的赌了啦，好，感谢主。我话不多说，先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的宣传短片。活动存在已久，有马场、变相娱乐中心、赌场、万字票等等，带给国家丰厚的税收，但是却换来了许多社会与家庭的问题。2012年，马来西亚赌博活动已经渗透到全国各地乡村、社区、学校等等，连妇女、家人、学生、小孩等等都深受其害当中，有关的新闻却时有报道。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成立于2003年，透过与心灵的治疗和心理的辅导，来协助问题赌博人士与家庭重修快乐家庭与和谐社会。目前中心分布在吉隆坡、芙蓉、
槟城、沙巴、柔佛新山、新邦令金与居銮，甚至也开拓到新加坡。与此同时，中心对青少年沉迷赌博问题深表关注，积极走访校园与社团机构，传达无赌醒觉运动，让更多人对赌博问题有正确的了解，并对赌博带来的影响和祸害有所警惕。请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gamble-rehab.org， 戒赌热线017-238-1900 016-711-2377。停在刚刚有那个电话号码的那个画面，很重要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把我从赌博的困境当中给带了出来。我们可不可以重复一下这个号码？大家一起念好不好？017-238-1900，请重复017-238-1900。这个热线呢是24小时服务的，那这是这个全国的热线。如果你说南马的呢，南马就要打给我们的016-711-2377，或者是直接联络我们的Sam 传道。Sam 传道就是刚刚接手了我们这个新山戒赌中心的负责人，很感恩他有这一份感动，能够为主耶稣多出一份力，可不可以给一个掌声他？其实讲到戒赌哦，很多人问 Brian， 赌博也要戒的吗？我玩少少不可以吗？我玩少少真的不可以吗？有时买下万字那个也算赌博吗？严格来讲我们是算啦，只是可能你们的程度没有我们这一群赌圣的那么严重，我们真的是剩下一条老命的。虽然我不是很老了，我继续的重复。那假如你说你也想在这一份事工当中出一份力的话呢，其实是很简单，不需要好像Pastor Sam 这样要接电话要去做辅导啊，很简单，今天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我们整个团队呢，其实从基隆坡载了200多件的衣服上来。这200多件的衣服呢，我们一件是卖30块，假如你说买超过一件的话呢，我们就25块一件，对哦，两件就是50块了哈。我们带了大概260件，有我穿着这个 No Turning Back 勇往直前，有蓝色我们戒赌会的衣服，还有这件很美很美丽的 Amen 的衣服。如果你们有感动的话呢，待会可以到我们后面的柜台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向我们的工作人员买。我相信你们穿了上去哦，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Amen 吗？哈利路亚。另外呢，我们还带了我们的这个戒赌传单。这个传单很重要哦。什么很重要呢？你们看得清楚吗？上面写着什么？希望。希望马来文怎么讲？ Harapan。 请跟你隔壁的说 Di sini ada harapan。 什么呢？那个61年哦，61年也踢不动那个哦，结果改变了哦。所以你讲我们这群烂赌人哦，没有的救也是很难讲得通啊。当然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继续的站得更稳。哈利路亚。这个传单的精髓就是里面有10道问题。这10道问题是做什么呢？是让我们自我检测，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病态赌徒，我是不是有染上这个赌博的坏习惯。那假如你说你青菜，你们都会听广东话吗？青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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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中几条了，那恭喜你，你快快打电话给我们的电话号码017-238-1900，我们会尽量的帮助你。哈利路亚。
假如你说十题你都中完怎么办，那就更加恭喜你了，更加恭喜你，因为我们的戒赌中心其实分布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包括在新山，包括在吉隆坡、米里、芙蓉、槟城、马六甲。我们将会在这个那天在沙拉瓦那个叫古晋那边也是会有，很快会有分站了哈，因为我们从那边得到一些的联络，他们也想开这个戒赌中心。如果你说你的朋友可能是在其他地方不能够来到新山的，你就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去安排去帮助他。所以待会这个聚会结束之前呢，我有请大家把这个传单带回去，不一定是你用到，可能是你身边的人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份祝福传到他的生命当中，把他整个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给流转过来。当然你说我有好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带了大概2000张过来，你慢慢拿回去拜吧，哈利路亚。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其实是这样的，我本身也是一个病态赌徒，我的孩子也是因为病态赌徒的原因被伤害，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一群的青少年也是因为父母亲是病态赌徒，他们曾经被伤害，甚至有一些进入轻微的那种叫做忧郁症，所谓的自闭症之类，可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呢，把他们重新的从那种捆绑那种困境当中给救回了过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好一些的影片啊，因为影片就能代表我们的心声，所以我想再让大家欣赏我们为你们所准备的影片，过后呢我就会邀请我们这一群青少年为大家呈现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还我一个家》。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来自一个很幸福的家，它是我人生中的榜样。可是长大后我才发现，原来爸爸妈妈每天在吵的就是关于钱的问题。当我知道他欠了很多的大耳窿，欠了很多的钱，每一天都有大耳窿来找上门来，我弟弟都很害怕，躲在一边不敢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那个阿龙找上门来，他给了一罐红漆我们，警告我们一定要在3天内把钱还完。可是那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知道。到有一天我看到我爸爸竟然把他的马票藏在我床底下面，我很失望，我很伤心，为什么我爸爸会变成这样子。后来爸爸妈妈也吵得快离婚了，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家，我甚至很想要离家出走，不想要留在这间家。因为爸爸，所以我妈妈逼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因为爸爸，所以我们姐弟都在孤儿院都有不愉快的童年。因为爸爸，所以我们一家人都过得非常的痛苦。因为爸爸的烂赌，所以我的家再也不是个家。他也是一个病态赌徒，过了那天晚上我才知道爸爸他也有很多天没有回家了。直到我上到了小学，很多朋友都说我爸爸常常带我去玩，常常带我去 Disneyland 什么，为什么我爸爸没有这样，为什么我爸爸不是会带我去旅行的那种。难道这个就是我的命运吗？想要远走，不想要面对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我家庭没有这么开心，没有像他们这样圆满？谁可以还我一个家？Thank you.
回家，换我一个你。今天你还好吗？破碎的爱回不去，扯不断，我学着坚强，可你欠我的爱等你来还。这一次已经第几遍，难道就无法被改变？放开了双手又再去追，算是后悔也无法挽回，我们的爱已破裂。你说你会赢很多钱，我什么都会买给你，可是你最后竟然要我把零用钱给你。没有了下次，再下次就让我更加看不起你。爸爸离开了我，这不想最后只剩下你。吃个数字让爸爸那么兴奋，为什么回家一个路口要转个小时？为什么让别人暴躁，长大后才知道一粒足球决定一条的命运？为什么还我一个家，今天你该回家，还我一个你，今天你还好吗？破碎的爱回不去，扯不断，我学着坚强，等你欠我的爱等你来还。你说他最近变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原来你是一条龙，只能见首不能见尾，有些话你会出现，全家脸心已出现，有人来找妈妈拿钱的时候你没有出现，告诉我不敢给一起，再对不起敢给一起，我哈气哈气哈气累了，做累累气气，晚上还是睡不着，真早上不知道电视里的幸福家庭，我真的想要还我一个家，今天你该回家，还我一个你，今天你还好吗？破碎的爱回不去，扯不断，我学着坚强，你欠我的爱等你来还。酒瓶呢？还有筹码呢？原来是上帝把他给带走了。争吵的声音呢？厌恶的折磨呢？现在的我们不再被捆绑了。找到小时候的玩具翅膀，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还可以飞翔，还可以祷告。从今以后，微笑再也不需要勇气。我相信上帝，爱可以很坚定。我相信上帝，爱可以很坚定。可以请再给一次鼓励掌声，我们的青少年。你们想不想更认识我们这一群青少年呢？好不好？邀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 Gabriel，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佩文。Hello， 我是 Stacy。大家好，我是宇轩。你不要看他们这么有活力啊，其实他们进来戒赌会的时候呢，那个样子是这样的，看人都不敢看人。感谢耶稣把他们的生命给挽转过来，哈利路亚，谢谢你们。其实呢，现在我想跟大家的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当中其实有什么人在。今天我们有很重量级的人嘛，你不要看我们身材全部大大个，不是那种重，是身份的重量级。我们的当中是有我们
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的总会长，我们张颂耀总会长。张颂耀总会长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就是戒赌会其中的一个创办人。那透过王立明牧师的看见，还有林万兴牧师的协助，成立了这个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才有我们站在台上为大家呈现了今天的这个机会。还有一位也是重量级人马，我有请我们的副会长林万龙弟兄。林万龙弟兄，其实你看他样子就知道他就是林万兴牧师的弟弟，他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记录保持者，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他保持什么记录好不好。那么呢，他的工作呢，就是负责雪隆区的一切这些 interview 的新的个案，所以每一个赌徒到他的面前呢，他就好像 scanner 这样，没有事情是逃过他的眼睛的，给一个鼓励掌声。我们当中还有一位我们的 COO 啊，应该叫 CEO 才对 ，Cover Everything Officer， 我们的陈永兴弟兄，他是我们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的总干事。什么叫总干事呢？就是什么他都要干的啦，就是这样了哈。我就本身就是副干事，我帮忙他一起去干的。哈利路亚！当然，我们都是为主耶稣而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老远从吉隆坡上来，车子载得满满的。我希望我们回的时候呢，车子不要满了，我们至少卖完全部东西，好不好？请跟你隔壁的讲，靠塞累了。好，刚刚我介绍了我们团队里面的青少年，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团队里面的家人，特别是赌徒的太太，他们的伤害呢，在我们成为病态赌徒的时候呢，他们伤害是特别特别的深的。怎么深呢？请看我们的短片。我从印尼嫁来马来西亚，我以为我可以嫁到一个很幸福很美满的家庭。我由细到大都是一个开心果，自从认识我老公之后，以为嫁了比起会很开心，往往的想不到我的丈夫就是一个烂赌。在我四个月怀胎的时候，他竟然因为赌推了我来地下。我生仔的过程他是在云顶那里倒钱，我真的很痛。结了婚之后生了仔了，他竟然可以将仔的金器埋晒，以及将我和的仔离性的做借口去帮他家人借钱。他不但输掉他的公积金，他还欠了很多的卡债，欠了不计的钱，也欠了亲戚朋友的钱。每一摆他都呃我，我就用尽我的方法将我所有的社运都帮他还债。拿了那400000他就一下子就了了，然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来担当这个负担。他欠了17组的阿龙妈妈，我也是帮到跟他们要钱，要到他们自己也是很害怕，朋友和家人一个一个离眼，我们看到我们就是看到鬼这样子。就是因为赌去累到我冇晒我所有的 saving， 就是因为赌他给我需要负担所有屋企的 financial 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当家的吗？我尝试过在他面前又打又闹又喊又跪，亦都试过在他面前自杀。四个孩子了，为什么这个男人还这样不长进？我不愿意再帮他，我不帮他还债。我们每天吵架，可是我不敢跟我家里的人说。我晚上不能睡觉，我每次都要喝酒。时候，我也
患了癌症，我觉得应该要给孩子知道，跟孩子讲的时候他整个人崩溃了。我也很无助很害怕，又想到想带孩子，其实很惧怕很无奈的。我们要找谁呢？我不想我的仔慢慢大，他只记得我爸爸是一位赌徒。我很孤单，我很怕，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活下去。我实在很无奈，没有盼望，而且我觉得我人生实在是太失望，我不知道我的明天会怎样。我觉得我人生我嫁了给他之后，我看不到将来，我看到很黑暗，我很忧郁。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压力？真的好辛苦哦，不懂要怎么办才好。我当下在问，我认识了10年的男人，为什么那一刻可以变得那样？这段日子我走了好多年，我不懂我怎样走出来。我曾经要求过我的孩子做出抉择，就是在我们离婚的时候，他们是要选择他们的父亲或者是我呢？看着孩子的脸，我内心非常的痛。他不单只一手摧毁了他一手建立的家园，更粉碎了我们一家人对他的期待。怨恨的心在我的心一直不能释怀。这是要我要的生活吗？哈利路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影片感动到，假如有的话请给我们一个掌声，也给上帝一个荣耀的掌声。真的，这一群刚刚这一群赌徒病态赌徒的妻子在当下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他们曾经试过自杀的人都有，当然现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们每一个都能够站回起来。再一次给荣耀掌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每次做布道会呢，虽然我们布道会不是最精彩，不是很精彩，不是很好，但是我们都会带着一份感动在当中。所以只是看短片好像不大过瘾啊，对不对？我们特地请了我们其中一位当中的姐妹，假如你们刚才有发现呢，她讲的分享呢是有广东话，有华语，又有一点点的英文。这个是代表我们是真正的去录起来，是用最真实的心情的时候，最真的那段心情给录了给大家去观赏。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特别的调整，全部都是真的。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的真人版，我们的 Wendy 虾姐妹到台上为大家做分享。大家好，我是 Wendy。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蛮美满的家庭的，因为我爸爸是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worry 啊，他没有，对不起，因为我是读马来西亚，他没有给我任何的 worry 的，因为忧虑是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到大学哈，我是不用借什么任何 loan 去读书的。所以大学过后毕业了，我就回吉隆坡做工。那我做工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的老公了，那时的男朋友。他没有抽烟啦，他也没有喝酒啦，他是一个很好的 boy 来的哦。所以在2年之内，我觉得我自己很老的，那时24岁，很像很老了。OK， 可以嫁了，这个 boy OK 啦，我就嫁给他咯。那我嫁给他的时候的2年过后，喂，
很多东西都不同了，怎么这个男人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两年过后，我怀孕了四个月的小孩在我的肚子里面，他竟然，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他推我下地上。我四个月怀孕，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变成这样？他以前哦是没有很，他没有那种生气那种的 attitude 的，他很冷淡的，不是怎么讲？他没有那种bad temper 啦。Then 过后哦，他可以把我推下地上。那时可是我的 baby 还那时还 OK 啦。Then 过后我才发现到，他慢慢跟我讲：“老婆，我要跟你借钱，借钱来做什么？我欠了阿龙的债。我才刚刚做工三年呢，我哪里有这么多个储蓄？我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 insurance 的钱哦，我 insurance 储蓄到的钱哦，我就把我的 insurance 的钱全部拿来帮他还债。过了一个月后，他又来问我，老婆啊，我又欠一大笔债，现在你欠谁的？欠阿龙还是欠银行？我都是欠阿龙的钱。那时我都是没有 saving 的，我剩下的就是我从小小公布 save 起来的金，我的亲戚朋友送给我的金，我全部都拿去当掉，来再帮他还债。过了两个月后，我在公司收到他一个电话，他跟我讲：“老婆，我现在在冷冷很高的地方，我回不到来。”我就很担心，你在讲什么？你讲什么冷冷很高的地方我回不到来？那时候我拿到那个电话，我是这样子的，我很怕，我怎么回家？我怎么做？我放工是5:45，那时才3点。过后，他就跟我讲，我在云顶，我把我的车当掉了，我输到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我下不到来。那时候我还有一辆车，我就把我的车我自己架上去，带他下来。那辆车就在云顶过夜。隔天他跟我讲，如果那辆车没有拿下来的话，每一天都要还1000块的 interest。 我讲：哈，你讲什么？我不是帮你还了这样多次的吗？你这样多次你还不行啊？怎么你会变成这样？隔一天就没办法了，每一天1000块，一个礼拜就7000块了。过后他就去找他妈妈帮忙，他妈妈的储蓄也全部来帮他还债。过后再多不久又出现了再去借阿龙的问题。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把我家里的那个衣橱的衣服搬了一半，还有我带了我2岁的儿子回了我的妈妈的家，离开了他。那时候我就想，我希望这一个行动能给他醒起来，不要再赌下去了。因为我帮你还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债，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下去了。所以我就搬了回家一个月。我的儿子那是2岁，2岁的小孩子他已经会说话了。每一个晚上他都问我：妈咪，怎么爸爸没有回来陪我睡觉？爸爸去了哪里？我不忍心跟他讲你爸爸是不会回来睡觉了的啦，所以我每一天都用骗的跟他讲，你爸爸很勤劳去做工，去做他做他应该做的事，这样子。过了一个月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老公他 OK 了哦，那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就搬回我的衣服回家。过后一个礼拜后又来哦，
这一单是五个数字，五个数字我就真的是塞浪了 show hand。 我的老板的老婆是一个 lawyer， 是一个律师，我就跟我的老板跟他的老婆做了 appointment， 因为我打算要离婚了，这样子的老公我不要。虽然说我很爱他，可是我恨他，恨他到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家里里面的衣橱的衣服，那时是搬一搬嘛，这次要离婚了，我真的是搬完，我连 bag 都放不进，我拿三包垃圾桶的袋来装我的衣服。可是我很不舍得这个家，我很不舍得放下这个家。我就上网找，哎 ，Malaysia 是有戒毒的这些中心，有没有一些中心能帮到戒毒的嘞？我就去带 Andy Gambling Malaysia， 在 Google 里面，哦，原来有，我第一个就跑出来了，所以我就 click 那个 website 咯。那个 website 写华语的，我什么都不会看，我只会看到那个 phone number， 我就打电话去咯。打电话去也是跟我讲华语哦，能怎么办？那时我还在家，我还没有把我的衣服全部搬回我妈妈家，我还在家，然后我打了那个电话，把那个电话 pass 给我的老公，你跟他谈了，我不知道，我没有眼看你哦，你讲完了我就要回家了，你就把我的衣服，我还有你的孩子再回家，在我妈妈家，再回我妈妈家。过后通了那个电话，原来那一晚是没有的见那个 counselor 的，我那个辅导人要等多两天才能跟他做一个 appointment。 那多两天那一天呢，就是我要见罗月那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不等都等到现在了咯，不然那个 lawyer appointment， 我跟我的老板讲，哎，你跟你 老婆讲哦，我再跟他约另外一个时间啊，那一天我不能啊，有一些东西要做。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跟我的老公去了星星戒毒会。在星星戒毒会，他是在第三楼的，我就在那个 lift 按了哦，我就看到大福星神召会，我就哈，教会来的。因为那时我是拜拜的嘛，我就哈 church 来啦，没有变哦。我就走到这个 situation 了，我就也是继续去找那个辅导人，去找了那个辅导人，当天就上了第一堂戒毒课。上了第一堂戒毒课，我的老公跟我讲，哎，底摸可以的哦，原来我很多问题哦，我问我自己我都找不到答案，在课室里面我找到答案呢。哦 OK， 然后我再很像站远远，哦 OK 啦，看了先啦，看怎样啦。然后我跟他就together 一起去上课，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去上课。上课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没有那么怕了，因为要面对阿龙啊，完全没有钱还嘛，还要面对阿龙哦。可是在那个课程里面，我就学到怎样子去面对阿龙，我自己也本身也变成更坚强了。然后过了两个月，我们就去大福星教会咯，因为那个马来西亚星星戒毒会也是教会来的，所以我们 就去了教会。那教会每一天的那个sermon 啊，那个主日崇拜完的时候，牧师会讲，如果你需要祷告，你就站在我的 left， 如果你要认识耶稣，你要接受耶稣，你就要站在我的 right。 我呢 left 是这个， right 是这个，左右我不会的。好，所以在第二次去教会的时候，牧师就也是这样子讲哦，如果你需要祷告，你站在我的 left， 如果你需要你要接受耶稣，你就站在我的 right。那我左右部分我就得罢列了，我是要去祷告，
可是我就站到去相信耶稣要接受耶稣那一边，然后我就站去前面，怎么这样多人在那边的，怎么我一个人跟我的老公在这边罢了。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接受了耶稣。那我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还是 blur blur 的，因为我30多年都是拜拜的嘛，跟我的家人拜拜。所以牧师讲耶稣的时候，我就挡着家里是那个耶稣，就是我家里拜的那个神呐、啊。然后慢慢过，每一次这样子过，我就觉得哎，我找到平安，我找到喜乐，我找到平安，我找到喜乐，然后又不再惧怕了。虽然阿龙也是要面对，虽然我也是欠了一大笔债，因为我帮我的老公借了很多 personal loan， 也是需要去还。我还要照顾我2岁的儿子，可是我很喜乐哦。这个是我在30年拜我家里那个神，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过的。So， 到今天为止4年了，我的老公一分钱都没有赌。那我现在也是4个月怀孕，他很疼我，他不再推我下地上了。他的坏脾气啊，是坏脾气 ，bad temper 叫坏脾气，也完全没有了。就是因为赌的时候，他的坏脾气很糟糕。我跟他讲什么，他就这边听那边处，什么都不要管，他只是大声会骂我。可是他现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讲甜甜蜜语的话啦。啊，是的，所以我的主耶稣真的是很爱我，他真的是很疼我，他把我的家庭翻转起来。现在我跟我的老公都在教会敬拜团里面服侍，把荣耀给我们的耶稣。谢谢大家。哈利路亚，再次给荣耀掌声我们主耶稣基督，也谢谢我们 Wendy 夏姐妹带给我们这么感动这么动人的这个见证分享。其实她被伤害那个痛真的是，这种家人的痛真的是不懂怎样去形容。可是到今天她可以站在台上为了主耶稣讲出这些我们华人觉得不能见光的东西，真的是要把掌声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很多人我们每一次布道会呢都很期待 Wendy 出来讲见证，因为她从一个很消极的那种心情，面对离婚的那种状况，能够变成现在那么积极那么有活力而且还怀孕的那个状态呢，其实是真的是不简单。特别是我啦，我特别是很喜欢听很感动，因为她很喜欢赞她的老公的哦。你们想知道她老公是谁吗？你们知道她老公是谁吗？好不好介绍一下她的老公？其实她的老公就是我了。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你看我脸红了，你都知道哈。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把我带到这个台上呢，我无法抗拒主耶稣的这个呼召，来到为他做见证。所以接下来这个短短的时间呢，是由小弟去讲一讲，去补充一下我如何去伤害他，还有耶稣怎么样救了我。那我出生在一个不是很有钱，可是也不会因为钱而烦的家庭当中。可是当我的父亲患了这个腰子病的时候，那个大概是我在27到29岁之间的时候，我刚刚结婚不久，每一天我要带送我的父亲去洗肾中心，带他去医院复诊，变成我没有时间去工作，没有时间去赚钱，我的那个经济状况一直在下滑。所以我发脾气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啦。当时他也是很爱发脾气的人来的，
很难怪我会把他推在地上，可是那个时候我神志不清，很难控制到自己，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我就选择了在赌场去跟他搏一搏。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会有这样的想法，想去跟赌场去搏，去赚一些快钱呢？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人在赌场里面赢钱，而且还是很大数目，每次拿 check 都是过百千的。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哎，在我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去搏一搏。加上我们华人有一个很优良的传统，怎么讲很优良呢？请问当中没有参与过赌博活动的可以举手一下吗？谢谢你们这么诚实，哈利路亚。我从小我家庭呢，每逢过年过节，特别中秋节啊什么，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赌博的活动。我们小孩子就小孩子一台，大人就大人一台。我很喜欢看我爸爸搓麻将的那个样子，很有型的，不用看哦，他知道是什么来的哦，就吃胡，我想学他那么样。结果我比他更厉害，因为他在去世之前呢，他有跟我说过， Brian 啊，我不是反对你赌博，不过你不要去接阿龙啦。好，你不要接阿龙了。很可惜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签了三个阿龙，因为他知道我签阿龙他无法承受，间接的我把他给气死了。那我父亲去世过后半年，我就进入了马来西亚新兴戒赌会。在被逼的情况之下，我不想离婚的，可是我太太逼着我离婚。那个时候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我认识了新兴戒赌会。当初 interview 我的就是我的现任副会长关龙弟兄，他跟我说，阿龙可以谈的，赌博有的救的，你这样惨，你不是最惨啊，我还比你惨啊。你们知道他一注哦可以买多少多大吗？他可以买20万一注。我已经看到有人哇！可是我们戒赌会当中，你们知道赢那个比例赢最大的是多少多少吗？我们有一个人用6块钱，你猜猜看赢多少钱？6块钱马币，赢356万。因为他中了万能的那个 jackpot， 他中了2奖3奖。他今天也是在我们当中，想介绍他一下，是我们的 Steven 弟兄。你说他赢了这样多钱还需要赌咩？这个就真的要问他，等一下我留他在这里给大家访问好不好。他进来的时候其实是欠了100多万跑进来的。那讲回我的故事，我把我的妻子气到要离婚，我把我的父亲气到放弃自己的人生，还有我的母亲。刚才我太太说，我母亲把她自己的那个棺材本啊，全部都挖了出来，为了替我还阿龙。我记得我很清楚，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被我母亲打是几时。可能当中，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有打过孩子，每一个孩子都被母亲打过。请问你们第一次被母亲打的印象还记得吗？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30岁的时候才被我的母亲打。你们为什么这样好笑的？就是因为赌博害到我被我母亲打，而且一打是打2次，啪一巴掌，这个是我自己打你的，啪另外一巴掌，这个是我替你死了的父亲打你的，不是刺的巴掌啊，是真的一巴掌盖过来的那种。所以赌博害到我的人生，你们认为这样的人有的救吗？当然现在你们打我是可以啦。人家讲最难帮助的就是赌徒，赌徒有一个性格，他是很不是双面人，是多面人，他可以有多重的身份，他可以是最佳的导演，我曾经是，他可以是最佳的演员，我曾经是，他可以是最佳的编剧，
我也是，假如有颁奖，我们肯定是拿得到，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可以拿得到这个独生奖，好不好？那很感恩来到马来西亚星星戒赌会呢，透过辅导员，透过我们的老师的陪同，老师的关怀，还有团队的这个力量，这个分享，当然少不了 很关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份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赌博的坏习惯给拿掉。讲到这样容易嘛，要拿就拿哦，赌了十多年，我们的会长你们他看下去很年轻啦，差不多6块钱没有得找了的了。他赌了几十年，怎样去戒？怎样去戒？其实在我这个戒赌的路程当中，很多很多神迹的奇事发生在我当中。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进入了马来西亚星星戒赌会第7个月，我重新的复赌，重新的签阿龙，重新的把我的车再一次的放上去云顶拿钱去赌，结果输完。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去赌，回到来戒赌会，老师没有骂我啦，我的副会长也没有骂我，只是很鼓励的跟我讲，你的孩子还很小，你不要再用这种事情去破坏自己的家庭。但是我还不行哦，怎么办？我还在想，我欠人家这样多钱，我怎样去还？我不赌怎么去还？结果再多一个7个月，我又继续赌。可是在这7个月当中，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可以直接讲是神迹。我透过戒赌会的方式，跟那些阿龙如何去谈的时候呢，神迹其实就发生。我本来一天要还1000块的利息，请问我假如我的车子放在云顶8个月，要还多少钱的利息？我不会算。那个阿龙，我欠他5000，他要我30000，他要我3万。我跟他讲，5000我没有钱给，我只能给3万。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做了。你们知道吗？八个月之后，他每天很准时的。早餐前他一定打电话给我，午餐前、晚餐前他都打电话给我追债。结果怎么办呢？8个月过后，他跟我讲 ：“Brother， 追债追到变 brother 了，你们听过吗？”可不可以给一个掌声？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我厉害，是主耶稣基督厉害。他跟我讲 ：“Brother， 你身上有1000块吗？有1000块，你上来拿车。”因为我的老板走着楼啊，你们有听过阿龙会走楼吗？我当初真的是第一次听见，我当初真的是第一次听见。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开路，我看不到这一种神迹奇事在我生命当中，我不能够站立得稳。当然，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学习谦卑。放下自己的东西，才能够看得到神迹奇事。不止这个车嘞，还有另外一个，我跟他拿了现钱的，他也是要我很多很多的利息。我跟他讲同样的一句，一样的方法去面对，结果神迹奇事也是发生。我跟他谈了过后 ，cash 分27来还，一个月17，结果还了他17过后啊，3年多4年的时间。他没有追过我债，你们猜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好像那个人这样也是跑路了？很大的可能性哦，我不知道他什么事情。既然他没有追我，我也是交给耶稣基督去处理吧。给一个掌声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在近2年的时间里面呢，我是开始接触了这些接触新赌徒的这些辅导工作。每一个新赌徒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自己；每一个新赌徒的家人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太太。很感恩，我们昨天的中秋节庆祝晚宴，有人叫我们叫神雕侠女，哈利路亚。
这个称呼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为什么？我就负责处理赌徒的问题，赌徒的个案，我太太就从旁边协助我处理家人的个案。因为家人真的是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呢，他们真的不知道是如何去处理，甚至加上一些恐惧，阿龙要来了，阿龙要泼我气，阿龙要锁我锁头，阿龙讲要杀我，怎么办？怎么办？记得打017-238-1900。哈利路亚，将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大家。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邀请我们这一群赌圣来到我们的台上，为大家呈现两首歌。这首歌是我们的心声，这首歌也是我们唱给耶稣听的歌。有请我们的赌圣。我是阿明啊，我是阿明，我是一位前赌徒。在我10岁的时候，我已经染上这个赌博的坏习惯，大概赌了30多年。用什么方法也是戒赌，也是没有。当时的我也是，跟家人借钱，借到每个感情都不是很好。然后到借到家人没有钱借的时候，我甚至偷我家人的金黑啊，偷那个金饰去当，给我家人知道了，都跟我的感情也是不大好，然后也是有亏空啊，偷公司的钱去赌博。接下来家人没有了的借的时候，我甚至去借阿龙，去欠了5-6个阿龙。我赌了30多年，我这样烂的生命，我还有了救吗？不关顾别人，总是浓情亦偏袒，是我的飘忽，不懂珍惜从前身边所拥有，是我不甘心，心也不忿，将所有的尽高山，行有你与我一起跨过，前路崎岖险恶，今时愿意变，事到折磨我心，决心从来过。教主宽恩，让我一生历尽主爱，千错万错皆因我系傻赌博，为何？因着赌博，我们对人生没完的盼望；因着赌博，我们输完了我们生命的一切。是我的疏忽，不关顾别人，总是浓情
全翼免谈，是我的飘忽，不懂珍惜从前身边所拥有，是我不甘心，心也不忿，将所有历尽都失。朋友你与我一起跨过前路唏嘘天涯，今时愿意变，事到寂寞我心，决心从来觉靠主欢欣，让我一生历尽主爱，千错万错皆因我系傻赌博，为何今时愿意变，事到寂寞我心，决心从来觉靠主欢欣，让我一生历尽主爱，千错万错皆因我系傻赌博，为何千错万错皆因我系傻赌博，Hello， 我是希文，我是前赌徒，认识我的，我也是欠债累累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哇，我看到了曙光 ，Amen。此刻我救恩，今日主来寻罪人，今日共同赴面，衷心大祝福，关怀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主里共聚，主恩永藏在我心，纵使困难患怨，始终也未惧怕。纵有万里山隔阻我路途，必不退后。一生靠主恩，决难重开下难。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从这个赌博当中脱困绑，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从黑暗之中看见光明。耶稣于世上赐给我救恩，今日主来寻罪人，今日共同赴面，衷心大祝福，关怀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主里共聚，主恩永藏在我心，纵使困难患怨，始终也未惧怕，纵有万里山隔阻我路途，必不退后。一生靠主恩，决难重开下难。纵有万里山隔阻我路途，
退后，一生求主恩，决能重开黑暗。足有万里山，嘿，隔阻我路途，嘿，必不退后，一生求主恩，决能重开黑暗，决能重开黑暗，决能重开黑暗。谢谢大家。再次给一个荣耀掌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美好的声音。其实我们通常出队哦，今天是算最少人的。怎么讲呢？我们假如在以往的出队，我们大家大概会有30到40个、成员一起出队，感觉上不比今天的声音大声耶。真的是要给你们一个鼓励掌声。所以鼓励就是鼓励了，假如得到你们的帮助，你们的这一份感动的话呢，我们会做得更好。所以有请大家帮帮忙啦，帮我们搞定 那堆衣服好不好？哈利路亚。所以真的再次跟你们隔壁的讲，靠晒你啦，哈利路亚，谢谢你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真的是重头戏，重头戏。我想邀请我们马来西亚信心戒毒会的总会长张颂耀会长出来为大家做分享。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新山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也想知道一下，我们当中有谁你是第一次到教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挥一挥手好吗？挥一挥手好不好？刚才有一个，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不用担心，好，我们欢迎你，你是我们的贵宾哦。那刚刚你看到说我们的团队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也是有见证啊，其实要带领赌徒的都是要赌徒出身啊，是吗？才有一点资格嘛，哈。那，我带来了我的书，如果要知道我全部的故事呢，就在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是很有趣的，是用福建话写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不会写书，有一个牧师他是讲英文的，他说要帮我写书，这样他我不会讲英文，他不会讲华语，这样怎么样？他用福建话访问我，然后用福建话就把我写成一本英文书，然后我念中文书的人反而要找一个中文的帮我翻译，所以这本书非常难得，用福建话写的啊。这里有中文有英文，然后里面呢还有一张 CD 三合一，只卖40块钱。我已经把这本书呢奉献给我们马来西亚信心戒毒会，所以所有卖出去的收入呢都是归在信心戒毒会里面。这个 CD 呢是我改编的邓丽君的歌呢成为我自己的故事。那这个 CD 是很有意思的，要不要听一下这个 CD 里面的歌呢？我可以唱一段给大家听吗？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小城故事，是不是啊，那当然今天我是老张嘛，就把它改成老张故事好不好？老张故事多，充满血和泪，若是你想知更多，听我来慢慢说，可以吗？看似很惬意，其实是悲剧，一旦爱上了赌博，
逃也逃不脱，输的输啊，逃的逃，赌徒日子都难过。请你和朋友一起来，一起来戒赌。请你和朋友一起来，一起来戒赌。所以如果戒赌成功啊，这首歌要另外唱，我们跟他再改一下，叫真神祝福多，他的情趣就不一样了，而且意义也不一样。真神祝福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来信靠他，一切都稳妥。学习他的话，领受他教导，耶稣道成了肉身，赐给你永生。唱的唱啊，说的说，来信耶稣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领受他的爱。请你的朋友一起来，领受他的爱。阿妹吗？那当然，他们都有故事讲，其实我也有故事讲啊哈。我在马六甲很小的乡村长大，家里很穷，但是我们过年都会拿红包，不管你多穷是不是，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长辈的没有告诉孩子红包要怎么样用，所以呢很多安哥安弟就很好心说要教你算数，有没有？然后就拿荷兰牌出来，有没有？然后就找你赌钱，有没有？哦，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在无辜和无知情况之下呢接触到赌博，因为安哥安弟会跟你讲，哎，你要学算术你就很无知哦，你就来了嘛，是不是？然后讲会赢钱的哦，你就很无辜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接触到赌博，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赢到钱的话，你就慢慢会开始喜欢赌博。所以赌博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哇，你会学算术哦，又会赢钱，好还是不好？看起来很好是不是？但是呢你很快就会上瘾，因为赢钱很快乐。我一个朋友他吸毒的，但是他也赌钱。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当我赌钱的时候我可以不吸毒，但是没有钱赌的时候我两个小时要吸一次，但是当我赌钱的时候呢我可以十多个小时不吸毒。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是赌钱的人比吸毒的人还要严重。真的跟你身边人讲不要再赌了，跟身边的人讲啊，虽然我知道他没有赌啦，都很乖了的啦，是不是？但是你提醒他呢，他可以提醒别人嘛，是不是？哦，所以今天身为会长呢，我来到这里要奉劝大家一句话，就是说赌博不是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传统，是坏习惯。大家可以跟我念一次吗？可以吗？赌博不是华人文化，不是传统，是坏习惯。顺便通知顺便提醒你身边人说是可以改变的坏习惯。所以我从小学就开始赌，赌到中学还自己开赌，厉害吗？赌到我无法自拔，我中学毕业成绩不好，我跑去新加坡社会大学还是赌，赌到欠公司很多债。有一天我老板说你的债很多咧，怎么办？后来他派我去香港，我1985年就去香港上班。去香港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我存钱，存钱还债，再还完之后，我认识了一帮更爱赌的。在香港真的麻将是很普遍的，因为赌钱，我离了婚。在离婚之前，我用很多方法戒赌，但是我戒不到。我试过叫法师跟我念咒，我试过叫风水师跟我改风水，我试过自己在神像面前打坐。但是我都戒不到赌，我就想自杀。但是一个朋友很爱我，常常跟我传福音，讲耶稣很好，可以帮我。那时候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
因为我是马六甲一个小甘蹦的男孩子，到香港去发展还有一点点成就，我很骄傲，我觉得我是龙的传人，我是龙中华儿女，我不需要这个红魔神啊，火神我才拜，红魔神我没变拜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常常邀我去教会，我觉得这个人很难缠。但是当我想自杀的时候，我想起他是我在香港唯一可以相信的人，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在他面前哭了一个多小时。他说 David 你的问题真的大，我没变倒下去，秉承的福建话是这样讲的啦，他说你的问题很大，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不过你这个礼拜可以来教堂吗？耶稣可以帮到你的忙，阿们吗？在耶稣里面是有盼望的。那个礼拜我就很紧张，我从上井开车要去万宅，我开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发现到哎呀，我忘记带假牙怎么办？感谢上帝，他没有嫌弃我的丑陋，在那一天他接受了我。我朋友就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了。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学着祷告，但是我一边祷告我一边还是有去赌钱，我一边祷告我还是有去夜总会，就像我们很多人讲的，我们一边看圣经一边看万字经看马经，我们一边上教会一边上夜总会。但是我有没有祷告？我有祷告。我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我心里面跟我说话，因为那时候我虽然离了婚，但是我渴望我的前妻回来我的身边。我祷告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上有个声音跟我说 David 如果你继续过这种两面人的生活，你的太太不可能回来，你连做孩子的爸爸都不够资格。我才醒过来，我以前拜了这么多个神，没有一个神会跟我讲话，但是感谢主，这个昂摩神跟我讲话，我知道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把他抱紧紧的，蓝屌屌啊！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就有了改变。在他们当中，我是戒赌最久的，感谢上帝，我戒了25年，要不要给上帝一个掌声？但是戒赌对华人来讲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有输有赢嘛，有输有赢嘛。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赌注不是金钱罢了，赌注包括你的家人，像刚刚 Brian 这样，他的老婆要跟他离婚了，带着孩子要离开他了，你的赌注包括你的信用，那一段日子他的太太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你的赌注包括你的人格，你的朋友听到你的电话就跑到不得了了，像那个短片里面那个印尼的女孩子，她说什么？那个印尼嫁到这边来的新娘，她说：“我连跟我妈妈借，借到我妈妈听到我的电话，她会害怕。”所以朋友们，赌博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小赌怡情这一回事。刚刚你听到了我们介绍，一个6块钱赢了356万的人，够不够？够吗？但是他道歉100万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都想着小刀要记大树，有没有？你有看过小刀记大树吗？你记了大树你跑得急吗？大树会不会把你压死？会不会？然后你没有试过烫小鱼的时候看在里面有大鱼，有没有？我们都想小鱼要吃大鱼，是不是希望可以赢大钱？但是来到我们当中求助的个案里面，没有一个是没有赢过大钱的，最高的记录就是6块赢356万的了，很多是用3000块赢100千的也有，可能5000块赢20万的也有，但是都怎么样了？都来求助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小赌怡情，只是当你赢了大钱你就会上。那今天晚上我站在这边是你们的主日，我一定要跟你们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文就是
上帝借着一个女孩子在香港把我救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神爱世人，圣经有没有讲神爱洋人啊？有没有啊？圣经有没有讲神只爱百人啊？有没有啊？圣经有没有讲神只爱好人啊？有没有啊？圣经有没有讲神只爱基督徒啊？圣经讲什么？神爱世人，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像我这么烂的一个人，打太太不回家，不守信用的人，已经是没有希望。像 Brian 同样的，只是没有离婚，但是已经是无药可救了。谁来救他？就是那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上帝。所以因为耶稣来了，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在之前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这些赌徒的家人和赌徒本身都是被盗贼欺骗的。我们不晓得什么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只是梦想着要过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一直用旧的方式，我们以为赌钱可以给我们有美好的生活，都错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有信息跑进来告诉我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配套，不只是上教会读经祷告罢了。丰盛的生命是你有很好的家庭，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有信心活下去。在生命里面你找到盼望，而且找到永生的盼望，那个就是丰盛的生命。请我们当中还有那一些朋友，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你来了很多次，但是你都没有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听见我们这么多感人的一见证，你也知道耶稣爱你，甚至为你舍身上的十字架。今天晚上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今天晚上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坐在天上高高的天上在那边一直看谁犯错他要处罚，他不是这样的神。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借助他，我们将来可以回到父那边去。天堂不是只是一个盼望，如果你有了耶稣之后，这边就是天堂，你的家就是天堂。你想象一下刚刚 Brian 他讲的见证，他的家会是天堂吗？每天赌钱，太太怀孕了还把太太推在地上，他的家会是天堂吗？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太太在台上公开的称赞他，现在温柔体贴，会甜言蜜语，这就是天堂。阿们吗？天堂是不需要等待的，朋友们，天堂是不需要等待的。今天你接受耶稣，你就是有家里，有这个上帝，家里就是天堂。阿们吗？我可不可以要求每一位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我们敬拜团可以唱最美的祝福吗？啊，好吧，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睛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处境，我们在这几年或者几十年来，我们寻寻觅觅，我们在找天堂在哪里。如果你没有上帝，我告诉你，
没有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字本身他就是救赎主，他的名字本身他就是来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我们只要接受他，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天堂的福了。让我们来思考一段时间，我们唱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时候，思考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天堂里面。如果不是，你可以来认识耶稣。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了，你还没有经历到耶稣，我也鼓励你出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如果你信了主一段日子，但是你还是在捆绑当中，你走不出来，你知道靠自己没有能力，像 Brian 这样，他承认他跌倒，需要谁的扶持，需要家人的扶持，更需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扶持。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感动的可以啊，我们一起出来好吗？我们可以出来，有感动要祷告的可以出来。来，预备好了吗？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你的恩典出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多少个晚上你不能睡觉了，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看星星。你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忧虑，不一定是赌债，但是你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烦恼。今天晚上耶稣要释放你，这就是最美的祝福。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让音乐继续好不好？是的，今天晚上我要至少对两种人说话，你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你不知道他爱你，爱到为你舍身上十字架的，今天晚上是一个好的时机。就像我们 Brian 讲，他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太太可以在人的面前称赞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来经历这个爱的，你来到我的右手边，我要带你做祷告，要带你来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好不好？不要客气，来到我的右手边。那我们当中有那一个朋友，你认识了耶稣一段日子，但是你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跟随他的，今天晚上是时候。尤其我们这一些的朋友，你可能已经来教会一段日子了，但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也鼓励你出来来认识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日子，但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耶稣了，我也鼓励你出来。我们继续的唱副歌，我们鼓励你有感动的出来好吗？来，我们唱副歌。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谁吗？还有谁吗？耶稣在敲你的心门，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需要他，他还知道你的名字。圣经说你还在母腹的时候，他就按你的名字找你，不管你叫阿明还是叫阿行，他都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你的境况，知道你的需要。还有谁吗？我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可以吗？八秒，七，六，五，耶稣还在等你，三，二，一，没有了，我们就做祷告好吗？啊，因为已经夜了哈，好不好？所以要接受耶稣的，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不管你站在哪里，耶稣知道，好不好？我讲一句，你给我讲一句。爱我的天父，爱我的天父，我要感谢赞美你，我要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有许多的人，今天晚上有许多的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现在我要这一份爱，现在我要这一份爱。当我打开我的口，当我打开我的口，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心里相信，我心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流尽了宝血，洗去了我的罪，洗去
了我的罪，要赐给我新生命，要赐给我新生命。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将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了新的生命，我就有了新的生命。我能够突破，我能够突破一切的障碍，一切的障碍，胜过，胜过一切的试探引诱，一切的试探引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宣告，我宣告，我有了新的生命，我有了新的生命。我要有幸福的家庭，我要有幸福的家庭，要有美满的生活，我要有美满的生活，要有快乐的日子，我要有快乐的日子。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你必领我经过，你必领我经过。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阿门。有需要的可以留下来，我们会为你祷告，好吗？阿们。